辛辛苦苦的爬就升高了。噔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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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嗯嗯，很轻点，不用哒哒哒哒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！嗯，哒哒哒哒哒哒！你看，你看，他们在。还有一个礼物没，还有一个礼物没开。哥哥，哇，哥哥厕所没有哥哥的厕所，没有哥哥的厕所出来了。来自森林家族，哇！生日礼物开箱，森林家族4月25号星期六。3、2、1 ，Action！ 那我们现在呢，来到厕所的部分。我想要贴贴纸，就是说那个马桶的，放在那个白色的桶子，姐姐那里，姐姐那里有个放马桶刷子的那个盒子，在这个就是放马桶刷的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往下面抽来。根本抽不下来，真正的卫生纸卷啊！哦，纸纸贴上去了，这个贴纸是卫生纸卷哦，贴纸卫生纸卷，这个根本不行擦，擦了之后会粘住。把卫生纸卷放进里面，一定有这个了啦！关起来，爸爸要哭。打开，多少钱？200多块。200可以。来，我打开，哎呀，卫生纸也掉出来，哎，刚好用来这个。对。然后呢？哦，它有给你粘住了。哦，这个还有那个卫生纸，就真的很贴心哎。卫生纸。卫生纸卷哎。多付一个卫生纸卷。那那个是挂毛巾的架子，对不对？对。放进格子里。放进格子里喽。爸爸没有哭啊！哎，我到这里了，姐姐，200多，是笑哭啊！哦，看起来不错啊！看起来不错，对。看，里面放卫生纸卷，滚起来！这个马桶爸爸很需要，放爸爸那个。边边用。床旁边啊，等一下那个。看得到吧？真的想掉下去。拖鞋到这里为止，然后踩不住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刷刷，还要拿卫生纸，卫生纸，抽，你根本没抽吧？哎，有的，小擦，擦好了。这是卫生纸，他拿着卫生纸，丢垃圾桶，垃圾桶在哪？垃圾桶没有垃圾桶，丢马桶，丢入马桶啦。对呀。你要催眠大家嘛，说哦，这个卫生纸已经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那我们把它放回去吧。啊！柜子啦，你拿柜子，柜子，带柜子，带完，然后呢？我刚才穿，哈哈哈哈哈，哪里来的啦？太大只的猫了吧？怎么有那么大只的猫？马桶放3楼呀，然后我1楼客人要去，马桶放门边。他这边没有那个马桶的地方。为什么马桶放门打开是？哎呀，来来来，我们的群进来一下来。哦，这个门好棒，我要打开。哎，门打不开，门为什么打不开？那我从这里进来哈。就会掉下去。我上完厕所，马桶要开门进去，出去直接从门。真的屋檐溜下来，咻掉上万丈深渊。太恐怖啦！你过来。啊。切。好好好。接下来下一个，那现在要来开这个，不是桌游哦，是那个肚子饿的走进来，我来的耶，来来耶。这是爸爸游戏组。哇哦。你拔掉一个了，哦，这个是这个还有贴心服务，哦，这个断掉了啦，哇，爸爸
有摆在哪里吗？木椅可以让你看看你想要摆在哪里。你要摆在哪里，姐姐？这个是粉红色的妈妈呢。我们的小孩游戏区快要被吃了，姐姐。我想要装黄色的吗？黄色的，我黄色的毛要装最顶端，不行啊！小小小小师傅，小小小小师傅，我看一下这个盒子哦，其实它是这样给，这样给，那我们就是上面的，走来，哦，好酷哦！姑姑，我们的新家，小朋友独自坐公车哎，好啦，要下车喽。我这边来抱抱这个，来抱，来哒哒哒，啾，哒哒哒哒，好多哒哒哒哒哦，哒哒哒哒，太多哒哒哒哒了，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，你们不要哒哒哒哒好吗？哒哒哒哒，他们就是爱哒哒哒哒。哒哒哒哒，在这里等。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。哎，是这只。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。哎，笑，好多哒哒哒哒哦。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。等一下啦，太多哒哒哒哒了。是最后一只吗？对，叮当当当当，你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啊！等一下，对啊，你们自己先玩，不管了，来，给你放。为什么荡秋千会坐在三楼？设计师是谁？哎，害羞，哎，对，再给你看啊。还是他，哈哈哈！给反对，哈哈哈！哈哈哈 ！Sorry。那他跟他比，跟他比，他跟辛辛苦苦的攀住身高了，噔！它这个其实是硬的，哦，这个是什么？然后它这个还可以换绿色的布，绿色。那我们来换一次，它底下这个可以拿开。我想要换这个，你别好了，我要换这个。要先这样，我不要打妈，我只要一杀。哇，姐姐成功了！我也想要自己抱抱看。嘟嘟嘟嘟嘟，我的美丽金，好了，不是这样子弄的，太好了，小哇，打开了，哇，真的紧，真的紧，真的紧，电脑，来，你看，噔，这是什么？哎笑，那这个家庭组就好了。这样特别吗？特别。喵！现在在这个啊，在这里。好想哭。
好想吐哦，好想哭啊，怎么从那种地方出来啊，是吗？妈妈躲猫猫好了，你绝对不行看后面。好的，奶奶猫不行看这扇门哦，就知道奶奶猫不行看那扇粉红色的门。喂喂喂喂喂喂，想想想想香蕉，想想想想香蕉，香香香香香蕉蕉，怎么跑出来了？阿桑，香蕉蕉，牙齿真的真隐秘啊！哦，好隐秘呢。哎呀呀，我也去帮你。哎呀，关门，拜拜，我看。水色珍珠一掉，他已经有跟袋鼠弟弟说，绝对不能看后面这里，不然会被噔噔，他这里都跑出来了啦，这时候，水色珍珠一掉，快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奶好可爱，哇哦，好新哦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都在家里等着他们回来，觉得他们还在幼儿园，就是活动幼儿园，可以让他们自由的玩，就像补习班一样。对，等等我，我还没进来呢。啊呀呀，补习班真麻烦，老师我可以先回家一下吗？姐姐他们有事情要找我。哎，好，你可以先回家。下去下去。然后来，怎么腿？哎，这样子从哪里来了？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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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。就是，我看那衣服好久没有洗。姐，我来。啊，疯了！姐，放好。不，就是这样来，他进去就。哎，小朋友，在那边很危险哦，他玩躲猫猫啦，玩躲猫猫，叫他躲，我叫他在那里数，他哥哥问他躲猫猫，他说绝对不想看那边后面，看来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哦。100，如果数到100，好大只的猫哦，嘣嘣。好大只的猫，你真的超大只的，你看超大只的猫。我还记得一般的猫是长这样的，怎么那么大只？先去找好了，他说别的不行，看那边后面。一定躲在这里。抱歉打扰了，把你家门关起来。就像自制的森林家族东西都是我自己做，动作快，叫不然我就赢了。动作快点啊，我赢了。你别去终点啊，等我等我，我出去又没关系，哥哥没有在我家，我家还有很多人呢，咪咪也不在，咪咪已经跟哥哥不是已经跟阿东一起被拉下地心了啦。这也是自制咪咪的脚步声。到底在哪里呀？在厕所就好啦。哎呀，尿不湿啊，要把尿布吗？有，来给你，哎，谢谢哈。在这个时候，在玩乐的时候尿不湿了，太可爱了。好了，我马上帮你换了，别乱动哈。你跟我长得很像，看谁的鼻子比较红，你赢了。
鸡。喵，我小时候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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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，小时候乖乖。阿松呢？不要说，不要说出答案比较好。这是谁的脚？那是咪咪的脚。我不是说咪咪躲这吗？咪咪只是想躲避糖霜猫而已呢。猫咪会舔它，你看。就它牙线，都是牙具般的上面，都是牙具般的它耳朵上面，它都用玩具般。到底在哪里啊？知道了，咪咪是躲在车子底下啦。哪里？没有可能，车子底下，我要出去逛街喽。你看，怎么可能会被压扁呢？对的。不不。我的脚，你看吧，它的耳朵也会夹扁啦。底下真很恐怖。我先一个在底下。哎呦，痛死我了！哼。打开看看吧，咪咪。不要看，是咪咪。咪咪，我上去。是你的，是你的，是你的哥哥阿桑。可以再玩久一点，我们先排下好了。呆呆呆呆呆湾，呆呆呆呆呆湾，呆呆呆不是台湾吧？呆呆呆呆台湾，对的，呆呆呆呆湾，呆呆呆呆呆湾，呆呆呆是什么意思啊？呆呆湾，呆呆是台湾的台。哦，呆呆呆呆呆湾。哎呀呀！我躲这里，超隐秘的。你看，好了，让你出来。不去，孩子。好，你的房子剩下两格哦。被吓坏了。我只是刚好路过而已呀。好，那你可以去玩，我们先去照顾他。一个猫，来呀，你看，喵！猫猫警报，猫猫警报！快点，快点，孩子们，快撤退，快撤退！要准备回家，喵喵警报。小心哦，实在太晚了，都叫了几次了。快回去，赶时间就来不及了。你有新条件，好，下车喽，小心滚入下面哦，知道。
假如他下车，然后下到这边，然后就沉下去了。这两天确定，我们晚上6点多出现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